钱副市，您安排的事情我这边都办妥了。那天元科技研究所目前我已经找了个理由查封。
到了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，这次彻底完犊子了。喂，你现在给我听着，我要你立刻把我房间书桌左边第三个抽屉里面的文件全部烧掉，不要问为什么，按我说的做，越快越好。孩子，这是出什么事了吗？我们是廉政公署的，朱天强是吧？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吧。韩金龙也在呢，呵呵，这倒是省了我们去你家了。既然你也在，那你也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林总，查封的事情已经解决了，背后主使就是朱天强，他找到了一个叫韩金龙的老书记运作了这件事，目前他们都已经被廉政公署法办了。对了，这次多亏了秦大少和赵家大少爷的帮忙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李总，你帮我谢谢他们，等我回去之后一定请他们吃饭。好的，林总。